我的英文名字叫 Betty， 那我现在是大学四年级，之前有准备多益，那现在是在准备雅思。我自己规划就是之后研究所可能去申请双联学制，然后去欧洲交换。第一次进到精英的时候，感觉就是非常明亮，就是跟其他的补习班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在排课上，就是也听了顾问给我的建议，那时候需要准备多益，所以选了多益课。如果自修不足的话，我们有什么样的考试技巧？我自己本身的单字量很不足，老师就会用关联性的方式去教我怎么记忆单字，然后配合解题技巧，其实会让整个解题会变得很快，所以就分数提高蛮快的。在排课系统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学生回馈的圆饼图跟学生回馈的资料，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个老师的上课方式，然后或是上课的风格，就是在选课上其实有蛮大的弹性。精英的云课程，我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，就是一直在看那个影片，然后可以挑我自己比较不懂的地方再看，然后在题目的部分也有一些补充教材，然后可以让我了解到说，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些更生活化的或是更延伸学习的。那线上写作的话，我就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写好我的作文，然后交上去，然后老师也会给我建议，然后帮我批改我的错误。我觉得用一句话的代表的话，应该是 Practice Make Perfect， 因为过去就是。可能英文就真的只是考试，可是来上精英之后，英文就是我一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那我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半年内，就是继续精进我的雅思，然后能够考到七的零。我觉得精英带给我的改变，就是对于英文的观感完全不一样。